公平竞争争取胜利。是第几次的对战？第三次，对不对？就是北球两摆嘛，这是什么一届？因为咱先讲好势，因为咱的规矩是安尼哦。嗯，万一啦，恁即马哪个北球的时阵哦，那是阿青的重要哦。主场优势，主场优势。哎，一点一来拢是安尼啦。哦，很好，谢谢很好。首先，我们有请吴浩子老师。好，其实我很喜欢看两位里长的 PK， 我觉得很好看，然后很精彩，非常精彩。我觉得不管谁输谁赢了，以后你们两个你可以做联谊嘛，有这样想法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，介绍每个地方的这个风土民情啊，火熊交流，我觉得是很棒的。然后你们两个又可以在这个联谊上面可以 PK， 再次 PK， 一直 PK 下去，看谁上的好哈。阿青里长哈，你听你唱歌就是心情都会好起来，就奇怪。哦，你就是敢那，不管你即马唱快乐的歌，唱悲伤的歌，我感觉你规个人要，互人感受的迄种感觉，就是讲你规个就是把欢乐带给大家。哦，我相信透过咱的节目，应该是愈侪愈来愈侪人会来恁的去恁的里参观，要听恁唱歌。所以我建议是这舞台车吼，应该爱甲买来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亮哥。接下来最后有请子宏老师讲评。哦，这个好难评哦。嗯，对啊，两位里长都各有各的特色哈、哦。那个，代理长啊，代理长的，你的唱歌就是非常的单纯，非常的直接这样子。哦，那也会有另外一种感人的地方。那王里长当然是在这个舞台已经待很久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就很有经验，然后每次听你唱歌都非常有弹性，都非常非常有意思哦。所以每次评到里长啊，还有小朋友，我都是很伤脑筋，因为真的大家都很棒。不过比赛还是要有胜负嘛，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看看分数了。